开还是关会吗？好像不太会。这个没听过。哎，因为这个游戏要什么？有一些人会玩，有人不会玩。对，有一个不会玩，最好玩。对，他是不是会玩跑马？他会，他会。哦，你会玩跑马呀？跑马会啊。昨天跟他玩了100把，他要疯掉了。我一直在数节拍，我说的是切分，怎么？你现在知道了吗？现在知道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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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，一匹马。啊，对，那是。 OK，我们那天玩了半天，只掏给汪峰了。哦，对，他不懂啊，他不知道，所以遭到你老板就疯了。啊，对，没想到他不会玩，不要告诉他，他还说要玩的。我们昨天玩，他就是这样说的。你看，你就我们就是一直跟他说，这是一个音乐人一定要会玩的，你做了这么多年音乐，你连节拍都不会听吗？他就一直在数节拍，一直数，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然后最后给我来了一下。 几匹马？啊，对啊，怕几匹马？三匹。我你是想空大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给我愣了一下。还有一个这个，没有，没有马。来，三金，你啥星座？让我猜一下啊。我觉得还蛮好猜的，很明显，很明显的星座。我猜，双鱼还是双子？为啥？ 对，我觉得你是狮子，要不白羊。狮子，最星座啊，是吗？你知道，因为只有狮子座敢说自己是 club 里的神，你知道吗？<笑>这种话一般没有一个星座敢讲这种话，他敢讲是真的。哎，现在有几个白羊？这两个老师都是白羊啊，你也是白羊？我也是白羊。哎，巨蟹座是不是都挺抠门的？没有吧，巨蟹很大方的。 巨蟹不抠门，巨蟹很大方的，巨蟹不抠门，对，巨蟹是对自己比较抠，就是对对对朋友是最不抠的。金牛座是谁啊？不是，这连金牛座都没有。没有，你真是金牛。你们一个金牛座没有吗？许勋啊。刘佳丽是金牛。Q 两个。那刘哥你是啥星座啊？天蝎。哦，OK，Go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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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蝎、金牛、Good，因为它是土象，你是水象。 它的粗糙你能够用水去把它顺滑掉。金牛配天蝎吗？金牛跟摩羯很合。他是你是啊？对，你是金牛。金牛跟摩羯，一只牛，一只羊。没。嗯。哎，有人cue我们的水瓶。杨博文，你是？我是水货。水瓶。你双鱼吗？啊。你双鱼？这么准？双鱼。怎么讲？有什么说法？ 你们艺术创作很厉害，你好的事情呢，你会往使劲往好里想，你坏的事情会往使劲坏里想。哎，太精准了，太精准了。然后你会把自己就是很没有必要的把自己憋死，就内耗。我会，非常会，很精准，真的很精准。